从小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孩啊，在乡下长大，喜欢玩啊。我大概高中的时候比较明显，我高中的时候我就喜欢常常自己骑单车。也发现我在高中，他刚好就喜欢自己给人看电影，当然也看一些美国电影了。那可能跟我个性有关系的，因为这个是要长期的。其实我是一个蛮孤僻的人，蛮其实我现在比较孤僻，我喜欢单独。我们那个年代很简单嘛，就是我感觉要看西化，看真正传统，一定要纽约啊。那时候只有两个，只有一个方法，就留考嘛。哦，刚好碰到西德进，他跟我讲啊，哎，说你这个可以拿到美国新闻处派换的面积申请。跟他说在南海路那边，美国新闻处，我就尽快排。我那时候画蜡笔跟水彩跟广告人家碳笔，还有墨色，画那个小小张的。啊，结果我就跟朋友借框啊，自己跟那个 metal 就是那个卡尺，啊，弄一弄，刚好朋友那个小框，然后就去展了，啊，自己去挂花，几个朋友帮我弄。啊，那时候我记得是一个叫杜若说，他帮我买一张，买了几千块，我那一天展览开幕那一天，我就请我一些同学去把它吃掉，几千块我忘了。我就拿那一张去申请护照，我就艺术家去美国了，就不用考留考，不用交保证金了。啊，那时候观念很简单的，那时候不好水给我观念说纽约的现代艺术的活动力比巴黎还强。I often with this story of Elias。啊，因为我们从小都读点英文嘛，我就去了。啊，去了真的是让我开眼界了，我才知道啊，西方艺术是怎么一回事，不然以前都看画册嘛。啊，其实以前的原版画册很少，我都是美国新闻书看，说是画册看很多，在还没出国以前，现在知道说啊，西方艺术他们大概的表现是什么，啊，他们的艺术的一些为什么会这样做，它一个脉络。因为以前我在国立艺专的时候，毕业以后的我就开始把西方的这种，当然艺术史的这种脉络，我有自己一套解释的方法和看法。因为我在里面没有真正创作，其实我那时候为什么没创作，原因我感觉我没找到真正自己我要的，这是原因。还有一个点，其实我也是一个很保守的人。我那时候在里面想的问题就是说，如果在里面再怎么做，还是在他们那个大架构里，我一定要离开那个大架构，所以他们说的大熔炉嘛。就整个纽约是一个真的一个大家伙大熔炉，所以我就又回来以后才看清楚整个自己想要做的东西是什么，所以才要延续发展到我现在画的，比如海洋书啊，还有水墨这个系统，还有粗笔细笔啊。如果没离开纽约，我应该走不出来。这个小张啊，就张建行啊，他是我女儿的好朋友，他回来台湾也是我常家，在北京一个小区叫长店，他租一个车间，就等于一个空房子啊。然后他就说他租一段空间给我画画，那时候2007年北京已经这个热了，对，我感觉蛮好的，我去看了还蛮喜欢的，我也感谢他。那时候我已经把那个细笔是很有完整，已经那个门已经开了，反正去北京以后还是画细笔，那时候就很专注嘛，所以才粗笔的出来。就是北京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在我
中年以后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的。哎呀，我到后年会住很久，年会住比较久，北京就要待个两年多可能。可是北京也有一个最大的感受，他们有很大的、很强的积极性。每个人从一个市场的一个小老板、一个工人，他每个人都很积极在挣钱，可是他们也有很强的生命力，让我很感动。啊，我去那边也是照我自己的节奏，不会说因为他们这样我就想要画画，因为我去那边的空间，我自然喜欢画画。因为2007年开始在那边大概待了几个月，我就创造是一个，在我以我的中年来讲，是一个很完全投资的时代。那刚好2007年年底，我儿子自杀了，大概12月的时候，那时候我还没回来，他自杀了。啊，虽然说我是很痛，回来的时候就刚好处理一些后事了。出来以后我还是2008年要去，好在我2008年又有去北京。啊，那时候北京看画的时候，就开始整个感情跟创作就很复杂了，因为他的死。很多人在讲什么叫无常，哦，就是我们都常常听到这两个人什么叫无常啊，什么生命短暂啊。啊，我就慢慢去体会很多事，可是这零八年我还是很专注的在创作。可我在画画的时候，尤其我在画细笔的时候，就把我对儿子的失明跟感情跟伤痛都会带进去。那2008年我就回来了，那因为我在那边开个3次个展了，还卖了一些小钱，可以多一些贴补家用这样。回来又我就开始过一个很 blue 的很悲伤的日子，比如说很想念儿子，刚才就我儿子在家里看电视，他从不看电视，像活死人一样。我那时候还没离婚，张建就煮个饭给我吃。我那时候就很腻在我那个儿子死的船上。所以那边有一种很奇怪，对我来说，有一种感觉，有一种，我什么叫才知道什么叫溺爱的溺，你溺在一个地方哦。可是我不会说像有人就是爬不起来，我有一个极限，然后我也喝点酒，喝一个看累了就睡起来又看，啊这样啊感觉不行，再看那个身体会坏掉，我就起来会运动一下，我去海边走一走，去浮潜玩一下。哎，有时候朋友打电话给我，比如一朋友，那时候我很感谢他，常常打电话给我，找我出来喝酒，不要再擦胖。我没跟他讲过这个情形，小张啊，然后去台北跟没关系，跟朋友玩，喝得烂醉。啊，刚开始跟一鹏喝醉烂的时候，常常一鹏抱着我，他就很疼惜我，我们两个就大哭一场这样啊。在画那个很短的时间里面，你有一种很单纯的、很直接性的、很游戏性的，很多状态啊。有时候你可以回到一个小孩子的状态，有时候可以回到一个比较思考面的状态。我要想我自己的画论，就画画的理论是什么？我为什么要这样做？那其实它整体性的。所以我在北艺大教。在跟他们讨论，也不是教，我说我不是教你们说，在跟他们讨论说，你只要回到你小时候，你在地上画画都快乐的一件事情，画画不一定很悲剧，有时候你碰到悲剧也没办法，那就是悲剧吧。可不，画可以很快乐的。其实我都同时进行，当然我在画画的时候都用很多材质，各种简单的材质啊，油画啦，水墨。可那时候我那时候一个观念就是说认为，哎，我在台湾出生，是我们真正自己的文化是什么？我很早就在想这个问题，啊，希望的文化是什么？
尤其我去纽约以后，1977，我就才说，我真的要彻底去了解一个跟我这个生产有关系的文化，是这个土地来作画这样。所以我就不用西方的油画方式，我就用这种水墨的方式，比如说我用黄明宏的一种，他一种展我很喜欢，我认我受他影响了，就他的某些方法，我比如说我在画油画的时候，我画的方法就是跟西方的画不一样，比如说我当然会用炭笔先打个很简单的线，我感觉手稿都是第一个起步，也可能同时几个起步，可是我会不会把手稿来放大，我认为它永远在变化中，所以我就画在画布上，我就随着画，靠直觉，靠我的经验，大概用展的方式跟勾线的方式来画油画，我就用油画颜料、油画笔，我到现在是这样了，我就这样就我就离开了西方的那种油画的画的方式，就开始，那时候就张叔老看你很喜欢，就找我签约嘛，那个画也可以卖得比较顺，这样对，当我大概画了不几年又忘了。那就忽然有一个我也很奇怪的观念出来，我说我就用毛笔小楷慢慢画，那断笔当然是以后的，那时候没想那么多的，我就那时候有想到留白，可是我就画得很简单，我的水墨大概有三个阶段，就是画起来很简单的，留白很多，那就慢慢画到现在这个阶段。我们讲用笔的方式啊。我是完全不照古画来用的，这第一个哈，我把毛笔用得很火了哈，比如说我很少从下面画上来，是侧笔、横笔都画，笔肚都画，笔底也画哈，笔尖也画哈，中锋也画哈，还有主要是你那个前提的架构是什么？前提的架构就是说，我是从细笔的断点、断线跟留白这个思考，还是留白产生了意境跟心境，先有心境才有意境嘛，我们有意象。意象就是一个粗略的草图嘛，意象。我看意象是最不重要的，是你那个心境。你有新的意象，才有新的情境，才有新的心境嘛，才能新的境界。用笔也是这样啊，所以我那时候就把自己定得很清楚。我在画一张画前，是在想我要留白要留多少。我不先想主题。我讲，其实一张好的画没有什么主课题的，就是我们看啊，这一张画这个主题，比方就可以，其实他们都一样重要的。因为主客体是西方人的观念嘛，我要讲是一个前面观的观念，比如说我要留白留多少，我这个有形体的东西，是要把我这个我要的留白的表现呈现出来，所以形体变成一个很其次的，当然有的断点断线是因为我用毛笔画，我慢慢延展出来这个观念，因为以前没这个观念。点线是我们分析一个理性上的分析嘛，说什么东西点线没有，然后我为什么用断点？我感觉这个断点就是你在用笔的时候有一种新的观念，我叫断点断线，你这个要去体会的，就是我所谓我的冲法，因为我留白才产生断点断线，虽然它是一个传统的笔、传统的墨、传统的字，我是一个很全面性的来做这方面的探讨，不是单一性的，所以它不能切割的。我才开始想说啊，我要画水平垂直，断点断线，开始想留白很多，画我熟悉的环境，比如说以前会画一些什么水田啊、岩鸟啊、星星像太阳啊，或岩山啊，或者我生长的房子啊，再慢慢画延伸到我去画海洋书画，我就开始要画长条式的水墨的海洋书画，那时候有画建筑。那时候墨线还是很硬，我现在用墨线就是说磨这个墨就是一个生，一点点水就生下去，磨的时候用完就死，我把它定这样啊，就是它听起来很形式，可我内心是这种感受。不是西湖奈湖，如果说以我现在的细笔的水墨来讲，它已经画，对我来讲已经画得到一个很极致，所以我现在画得很淡，有时候我会画重，不太一定的，可是还是会把线拖到很淡。很早就用一个点一滴水，
这边磨，我点一滴的水磨一磨，快干了我再点一滴再磨，不是磨一堆。啊，早期磨多一点，我发现这个磨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死的，是固定的，所以我每次磨，因为每一次磨你那个心情会不一样。我要花视频很安静，要很安静嘛。我喜欢白天工作，就早上直接慢画。画到一个你但很安静，慢慢画的时候，就忽然心里面有一种内心有一种很酸痛的感觉出来。所以其实我很想不要画戏，因为他让我会。让我会有一种很莫名的一种很深的痛。画别的画不会，就是戏笔会，因为他可能会在一种很专注的状态，一种某种状态，我不知道。给我感觉，黄河流域这个美学哲学观，它是唯一讲最多这个的。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，它几乎不太求形式，它就画山、画水、画树，几个树、几个山，画来画去都画那一些。所以你看都好像一样，其实完全不一样。是往很内心的一种人的状态，一种很美的，可能很安静的，我不知道。我说我整个书画跟笔墨是在往内的一种很微妙的一种心境状态。放松状态不多，我是慢慢体验要这样，这些好一点。创作是很焦虑的，很惊的，所以我以前曾经写过说创作是很做作的，你要能绞尽脑汁。还想说，我要讲话跟别人不一样，可是你那个不一样又很自然，我们所有自然的，还要找出什么方法，很复杂的。焦虑好紧张哦，因为他画我读这个的，他们认为我都很耍耍爱胜的哈、哦，比如我喜欢游泳、晒太阳啊、喝酒啊、喝点酒啊，这边玩那边玩的，交女朋友啊，还看东看西看的哈、哦，东跑西跑。可他第一个讲我是很焦虑的，所以。我是这十年，大概前这几年，我才想说，我一定很松的画，所以我现在画这戏不太累，画不太累。以前画都很累，我每次画一次画画完哦，都是好像你，我都常常讲，我咧电，我把电力拢无电啊，啊个血管充电啊，所以我才会了解为什么有一些艺术家他到最后自杀，我们都这种心情过啊，让你自己在精神上推到一个极高点的时候啊。那种燃烧那个速度啊，你们常常没办法想象的，那种焦虑啊，那种痛苦啊，那种喜怒哀乐啊，好，就各种。其实他这个画水墨对来讲，它是一个观念，是一个生跟死的观念。
啊，这个是我妈妈到最后才有这种关系，她这几年，啊，这个生死的关系是跟我儿子自杀有关系。我现在都会谈了，在学校我都谈儿子自杀。大家想一下，因为他这个对我来讲，对我人生是一个很大的、很大的冲击，很大的心的伤心跟痛。我用艺术的观念来推了，可是到最后，本来我只想要转换，因为我看了一些火鸡，我感觉。啊，我们要接受死亡，当然是要接受。可是我到最后，我这几年的这几年最大的感觉是说，我要永远接受这个痛。他永远对我来讲，别人我不知道了，我可能有时候会忘掉。可是那个内心那个痛，对我来讲是永远存在的。只是随着你年纪，你那个心境，对那个痛的感受会不一样。可是那个真正的痛。真的伤心哦，跟人这种脑很微妙，人的脑的复杂，我个人不讲说别人呐、啊，对我来讲，它是永远不可能磨灭掉的，因为我会尝试很多方式，比如靠画画、啊，靠什么，我想都要靠这个来转换。可是我感觉，它那个基很本质性的，很内面性的，它是不变的。对我感觉是这个没办法，有时候有点命。所以我现在在写东西是写命生，不是讲生命。我喜欢用文字思考，命我都大部分写命生，你不是生命你哈。我现在反过来想哈，也是一样哈，你会呈现各种不同的面目。所以我像我有的朋友，像我那个他也，我认为他很有才气，他的艺术要大部分解释，可能我就拖我比较长，就变得更多的层面而已了。啊，其实对我来讲，都生命都一样长的，早死跟晚死都一样长的。只是时间的概念。我现在变得很喜欢单独喝酒，比如说我喜欢单独喝酒，啊，看一些书啦，比如读李白的诗啊，或看一些老子、庄子啊，还有时候读一下奥修。奥修里面讲一点我很喜欢，他说生命哦，只是两个空无之间的一直狭窄的回响。我这句我很喜欢。我现在想要再回纽约，就是说，因为我感觉我的点可以，也是我的梦。比如说，我现在六七的身体还可以。我以前讲过，就是我要弄个小拖车，把英文日报、脱口日报到每个我熟悉的点，就凭我记。我现在都凭记，都不要看点了、啊，就在那边用毛用传统的毛笔跟墨水画报纸画人，一张一张点点到画累了。我就铺个塑胶布，再画了一张一张点，就自己用个小的手机，用什么录影机，像外面可以做一些简单记录。我有什么杂技写下来，我要把那些画，以后再把它连成一个很大张的画。这是我对纽约最后一个梦。